揾到喎、啊，你知道又係喎，家家終於知道叫咩叫萬字夾啦，叻女啦，喂，擺翻落去啊，擺落去，唔係呢呢個萬字夾嚟擺喺嗰度啊嘛，嗰度擺萬字夾噶，落翻嚟啦，係啦，得一個咋？嚇？得一個咋？好啊，落翻嚟啊！下次進有就同你擺啦。擺萬字夾個嘢，係啦，翻擺得。擺誒點擺？哇，唔細個咁咪擺好少喎、啊。哦，擺細嗰啲萬字夾啊，可能擺得唔好少啫喎，咁樣。嗯，唔使啦，擺落去啦，擺到㗎啦。咩？係喎，咩？又企起佢啊！它會黐上來的，是啊，那裡有個攝石嘛，黐它上來的。是的，擺萬字夾都好啊，這個都 OK 啊。哇，擺不到東西。是啊。哎呀，有牌未換，不夠 一套啊。一套什麼？一套這麼多，齊這麼多個咯。我現在只有四隻而已嘛，我們。什麼？四隻啫嘛，開頭有兩隻啫，而家咧，咁冇兩隻咪四隻咯，唔好擺嗰度啦，你是但啦，中意擺嗰度擺嗰度啦，幾多個啊？四個啊。這個打窿夾，這個咩嚟㗎？邊個啊？究竟這個咩？這個咧夾啲便條啊嘛，便條夾啊嘛。上邊喎。係啊，一即係譬如一張紙，有寫低啲嘢，咁就夾落喺嗰度咯。即係擺打側，跟住夾。係。夾住紙。夾一張紙咁樣咯。夾住張紙，你睇嘢開發隻。是啊，為什麼有這個？為什麼這種在裡面沒有東西跌來跌去鬆來鬆去而已嘛、嗯、沒用的了，扔得全部。這個呢，為什麼呢？我看到拆膠的擺拆的，未必適合屎的，沒用了，扔掉它，費事那麼多垃圾。這個七字，這個不知喎、啊，呢啲唔好抌啦，睇下媽媽有冇用啊！抌咗膠袋去啦。邊啲膠袋？嗰啲黑色嗰啲咯。嗯。我用個窿，我揾個窿嚟拆噶。係咯，揾個窿嚟拆噶咯。你係咪用個窿嚟拆啊？唔係，唔記得咯。我用。抌埋個盒去啊！嚇！抌埋個盒去啊！得啦，剩翻一個盒俾媽媽睇下。剩翻一個盒俾媽媽睇下，得啦，抌曬佢。仲有呢啲紙啊，家家一齊抌啊嘛。呢只啊？呢兩張咯，係啦，摺埋個盒嗰裏邊全部啲嘢，咁啊抌個盒咪搞掂咯，明唔明啊？留翻睇下咯，仲有啲咩想要咯？再換個啦。呢個我中意嘅啫。邊個啊？中意呢個。中意邊個啊？我中意呢個。個咩嚟噶？睇下。哦，係啊，我都中意啊，我中意小丸子嗰個拉尺啊，都冇嘅。我換到。係咯，唔係佢攞俾你咧抽嘅咋？你想唔係你想嗰個揀嗰個冇得揀㗎。